那今天的早上的即时影像，我们要带大家来到的地方是台东的石梯坪。今天早上看起来天气还不错，甚至有的时候呢，阳光还会透出云层来跟大家来露脸哦。但是要提醒大家啊，今天东部是在位于在迎风面的关系，所以今天还是有机会会迎来比昨天还要多的降雨哦。那现在的降雨范围，我们透过雷达回波图跟大家一起来关心哦。看到雷达回波图上面很明显的东部地区以及在东北角，这个讯号是特别强的，也就是这边降雨是特别的明显，雨势也比较大一些哦。那我们在中南部地区呢，也是看到有一些小范围的对流包，有一些讯号出现，它主要是出现在中午过后的午后热度有关系，所以会有一些局部的降雨出现。那今天呢，现在因为是吹东北季风的关系，再加上对流发展很旺盛，所以今天气象局也针对了一些地方发布了豪雨特报，我们就一一来跟大家来看哦。首先就是在宜兰的山区这一带呢，要小心可能会来到大豪雨的等级。那在宜兰的平地以及在花莲的平地、花莲地区呢，特别是在北花莲，也有可能会下到豪雨。那在基隆的北海岸以及在台北以及新北市呢，也都可能会出现局部大雨的几率。那这种短时强降雨，大家千万不可以掉以轻心。那建议大家不要往山区去哦，因为现在可能会有落石或是溪水暴涨的风险。那如果这时候在山区露营，就是非常危险的。那这是今天的天气，很多人就关心明天开始国庆连假呢，国庆连假的天气会怎么样？我们先从温度看起哦，因为这波东北季风比较没有那么强的关系，所以目前影响到的就是在迎风面北台湾以及在东台湾的地方是天气比较偏凉一点。但是我们看到南部、中南部天气还是偏热的，昨天在南投甚至还飙出了37度的高温哦。那今天中南部呢，高温也都上看了33、34度左右。那至于在雨势方面呢，今天跟明天其实差不多的，到了明天晚上呢，可能东北季风就会慢慢减弱了。大台北看到可能雨势会稍微趋缓一点，但是东部我们还是会看到比较强的局部降雨哦。那到了星期天到星期一呢，东部地区还是会看到降雨出现，不过呢，晚上开始新一波的干的冷空气下来呢，就会让雨势慢慢的缓和下来了，同时温度很明显看到又在降低了。那这个降低呢，是全台的温度都会降低。那到了国庆日当天呢，全台温度天气大概是相对稳定的，比较不会湿哒哒的参加国庆典礼，但是我们看到温度就是比较偏凉一些啦。那我们现在看到的是国庆烟火，今年的国庆晚会是在嘉义举行，那当天晚上就会释放烟火。那哪里看烟火最好呢？我们透过这张图跟大家一起来看哦。那因为烟火释放地方呢是在故宫南院，那故宫南院就是在太保市这个地方，到时候嘉义吹的会是偏北风的关系，所以在太保市的北边啊，或者是在新港六角，预估都会是不错的赏烟火的地点。那除了在这些邻近的乡镇之外，嘉义县政府也推荐了几个从高处看的好地点，像是我们可以看到像是在太平云梯啊、二尖山或是二延平山，其实都是不错的赏烟火地点。那相信大家已经都等不及明天开始的连假了，不过我们还是先关心一下今天的天气，透过卫星云图跟大家一起来看。现在吹的是东北季风，那这个东北季风夹带了蛮多的水汽，所以我们看到这几天其实累积了蛮多的雨量。昨天在宜兰跟北花莲一带呢，其实就累积了超过100毫米，甚至接近200毫米的大雨等级哦。那今天下雨的地区其实跟昨天差不多，就是在东半部以及东北角这一带。那今天的雨势又会比昨天来得更大，甚至在宜兰，我们刚刚说宜兰的山区呢，甚至可能会下到大豪雨的等级哦，所以大家一定要特别注意了。接着我们来看一下各地的温度趋势，先从北部看起。今天北部高温大概在27度上下，低温则是在24度左右。星期日因为水汽减少的关系，所以温度会有一点回升。但是星期一开始东北季风第二波又下来了，所以温度很明显又会再降，高低温大概是20到25度左右。那相对来讲，中部就比较没有那么的低温了，高温则是在33度上下，星期一一样会降温，大概落在30度左右，低温则是24到26度。南部呢，白天的高温也是相对比较高的，高温大概在32度左右，星期一、星期二的时候大概会掉到30度，那低温则是在26到27度。东部因为最近的降雨比较明显一点，所以温度也会稍微偏低一些哦。今天的高低温大概是24到28度，那这整一周的天气呢，大概是落在22到28度左右。那最后跟大家整理一下今天的气象关键字。
首先呢，今天在宜兰的山区气象局就发布了大豪雨特报，那在北花莲一带呢可能也会出现豪雨的等级，那尤其是开车的民众啊就一定要特别注意路况了。再来是呢，虽然东北湿冷的环境，可是中南台湾今天都是多云到晴的天气哦。那中午的高温上看33度，日夜温差比较大一点，所以建议大家带一件外套在身上会比较好。那下一波东北季风呢会在下个星期报到，那这次不止北台湾会降温，全台都会降温的很有感哦。那天气慢慢转凉了，大家可以趁着周末准备好你的换季衣物了。那以上是最新的气象资讯，我们把时间交还给赵伟。